当养护不一样啦，哦，如果他抓资料的话，当然哦，其实方法很多啦。我讲，其实爬虫就真的水很深，就这样子，真的非常复杂。但是呢，在这么复杂的东西底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哦，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啊，尽可能我是跟各位讲简单的方法。那你想说，老师有没有更高深？有啦，你有更高深的，你们自己要去找。网络上很多教学影片有没有？你只要打 Python 空格爬虫，一堆嘛，对不对？哦，你爱看你就自己再去看。哇，那真的是复杂到你可能没办法，可能一完全没办法跟上，人家就做完了。OK，他想说哇，好像变魔术一样。那为什么？其实背后哦，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以你如果简单的会，你才有办法慢慢的。相对复杂的东西，你就慢慢才可能懂嘛，不然的话，你连基本都不知道，就跟你讲很高深的东西，哇，那实在是太难为你们了，对哦，OK，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看懂，而且甚至是更复杂的东西，你也可以办得到。那实际上哦，就是我们主要强调的，但是方法哦，绝对程式最麻烦的地方，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工程师写出来的程式都不一样。哪怕是做同一件事情哦，抓雅虎股市资料，每一个人写出来通通不一样。那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反正写出来都好嘛，谁还管你，对不对？哦，OK。那剩下来就是说怎么样？如果你自己是开发者啦，自己看得懂自己看得顺眼最重要嘛。如果你哪怕是别人的程式哦，写得再好，但是你看不顺眼，因为那逻辑跟你不一样，那。你说会好吗？你根本看，就是很痛苦啊，因为相容性太低了。OK，所以哦，尽可能用一些简单的方法。那我讲过，找一次的那就 fine，找多次就 fine，我大概这样。然后找什么？找两个重点，一个是标签，哦，然后一个是那个 class 有没有？tag 跟 class 这两个大概就够了啦。我觉得网页，如果你还在学很多很多东西哦，永远都学不完啊。那生命是有，哦，时间有限的啦，没有人那么认真哈，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天才，哦，所以我跟各位讲，这样就够了。啊，如果实在是啊，假如这两个方法你都很熟了，然后还是抓不下来，你就发 mail 问我好了，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好了，这样比较快。OK 哈，哦，所以理论上这样就已经很够了，因为我自己这样做，我发现，哎，以前我还用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我后来发现。其他方法不用好像也没关系耶，因为其他的方法其实性质太接近了。那你知道那么多干嘛？哦，所以哦，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回。那首先怎么样去抓？第一个啦，哦，分析的结果，第一个就是说，哎，这个本身早期的雅虎股市啊，它是用表格，所以用我今天上礼拜跟各位讲表格，然后 Excel 里面有个。有一个工具，直接可以汇入表格。但后来哈，我在想说，雅虎是不是因为知道大家都这样，所以他就故意改成不要是表格，但不要表格，但是要能够看起来像表格，所以他换一个方法，换什么呢？换类似项目符号啊，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项目符号，各位可以看啊。那项目符号的话，标签叫 LI，那外面一整个呢就是 UL，OK 哈。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如果要找这一整体的话，那就找 UL。那 UL 在哪边？你可以按滑鼠右键检查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哦，哎，往上找，哎，它是 DIV 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哦，它是外面一整个是 UL，然后里面项目符号是 LI，啊，也就是说呢，用 UL 取代 table，然后用 LI 取代 TR，TR 就 table row。哦，然后用那个 DIV 哈，取代刚刚看到那个 TD 啦，有没有？所以其实以前网页那个表格结构最外面一定是 table，啊，一列的话就 TR，一个储存格就 TD，大概就三阶就够了。那它要怎么去转变？它其实是table 改成 UL，所以你会发现 UL 往上有没有看到哈？哎，还没到，有没有看到？这都 TDIV 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看到哦，在哎这个已经超过了，看一下 UL，这一个是这一列嘛，那你会发现再往上这一个这一整个，那这是上面的这个哈，DIV 这个上下面啊这一个，
URL，我看一下，Ctrl F， 或者你们也可以 Ctrl F 哦，然后寻找什么？寻找 URL 看看。OK， 哎 ，URL， 32个 URL。所以哦，你如果在右键检查，你可以看到哦，那它有时候会在标签里面，所以它会躲在这个 div 里面哦，这个 div table body 这个什么 wrapper 这个哦，那你可以把它展开，所以哦，刚刚可能它躲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在这个把它展开，因为本来是长这样嘛，你可以把它什么点开，它箭头如果长，你就点开，它里面还要躲东西，那它就放在这里 ，ul 有没有 ？ul 实际上就是这整个整体哦，所以我刚刚讲过哦。理论上以前用 table， 然后它现在哦，可能就用 URL 去取代它。所以呢，如果我们抓，就是先把这一整个啊、哦、抓回来，那就是里面的资料第一阶就在这里，所以第一个阶段，然后 class 叫这一个，啊、哦，所以我第一步的话，我哎里面哈、哦，我发现这个网页只有一个 URL， 所以用 find 这个 URL 有没有？哎，这个 URL， 然后这个 class 名称，哦。然后，所以我第一阶段的话呢，就是先把上面这几行都固定了，就是用 request 跟那个 beautiful soup 解析嘛，哦。然后呢，我们就产生一个 sp1 的物件。那因为我们要找一次，所以呢，我就先用 sp1 点 find， 然后 url 就刚刚那个 url，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 class 名称就是刚刚这个 class 名称有没有？点两下，然后把它怎样 ？Ctrl+C，Ctrl+V 过去。那也就是说呢，我已经找到了这一整个哦，这整个整体。那你会发现底下哈、哦、就是 li， 所以呢，一个 li， 你会发现啊，哦，就有点像是一列，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表格里面的 tr， 所以哦，它用 ul 取代 table， 然后用 li 有没有去取代那个什么？以前是 tr， 哦 tr。那当然你想说，那老师我是不是说可以把那个 li 全部取回来？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啊。那取回来之后，里面的文字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刚刚讲过，我还发现取回来之后，它里面好像都空白。然后如果要把它变成 CSV 档的话，要转换成空白，好像还蛮复杂的。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个方向，我就不抓 LI， 换抓什么了 ？LI 里面的 DIV。那也就是说呢，哈。这个 DIV 实际上就是类似哦，这个有没有里面这一个？那这个 DIV 哦，它的结构还蛮复杂的哦。这个 DIV 的话呢，哈，你会发现它第一阶是这样，就一整个啦，等于就是说它这个 DIV 哦，实际上就跟 LI 是同一层、同一样的，也就是它一整列的资料。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把这个整个抓下，还是跟 LI 抓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又往下找，所以往下找又把它展开来。展开来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它里面的东西。那因为呢，这里面哈、哦，总共有大概应该是多少个哦？从那个什么呢？它的类，它的什么股票名称哦，代号和股价，一直到后面好像有十栏还是11栏，我有点忘记了。那我把它找到有个规则哈、哦，有没有 DIV？ 基本上它全部都是 DIV， 所以哦，以前的话呢哈、哦，那个储存格。的标签名称叫 TD， 好像那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大乐透那个网页，它就是表格形态，它改成什么呢？把它改成叫 DIV， 哦，所以呢，如果把它理一个规则啦，它现在改的方向是这样，就是说哈、哦，它用这个 UL 哦去取代什么？取代 Table。所以哦，以后你会看到有一些网页，像 Excel 如果要抓那个网络资料，它假如不是 table， 很抱歉抓不下来。哦，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不会写程式的人，很抱歉你就没辙了。OK 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用什么？用 li 去取代原来的 tr，tr 的话就是 table row， 就是表格的列。哦，然后用 t 跟 Excel 应该颠倒一下。用 DIV 哈、啊、去取代那个什么 TD 的话就是这个储存格啊，那其中的话呢，我分析的结果啊，这个它的那个股票名称哈、啊，你可以看这个股票名称的话，它是放在哪一个？它放在这个，所以呢哈、啊，你会发现，股票的名称跟那个什么底下的代号啊，在底下展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啊。
它这两个放的class 名称跟其他不一样，其他的话其底下的这些相对是比较一致的，从那个什么股价一直到最高，它的 class 名称呢都是 FX 区刮胡一，然后空白后面不用嘛，因为它后面都别名，所以呢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它 DIV 总共有三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它的股票名称，第二类是代号，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后面从股价一直到最高，所以我把它分成三类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最后要把它存成这个 CSV， 但如果你不存档，print 出来你抓 LI 就可以了，因为 LI 就是里面的所有资料。好，那所以呢我找到之后的话，我分别把它的标签是 DIV。 然后它的 class 名称的话，底下这些是 FX 区刮胡一，然后这个名称的话，这个名称是这一个，它这个还有展开，你看这个里面还有放啊，那这个它的那个什么呢？名称部分是这个名称，这 class 名称，然后呢它的代号部分，所以这个可能再展开一下，那可能这个展开这个。 啊，有没有？这就是这个名称，这个是它的那个什么股票代号，然后底下这个呢就是它的什么，它的那个股票上面股票名称，下面是代号，所以我分别把这个名称的这个 class 名称， Ctrl C， 这个也是这样 Ctrl C， 然后贴过来，所以呢我先抓什么？抓它的名称，再抓它的代号，然后底下后面都用。 这个另外一个方，所以有三种方法最后再把资料全部串在一起，所以第一步我先抓 UL 这个 UL OK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我再抓什么呢？因为它只会有一个，所以我用 find 那个名称，然后呢把那个名称这个怎么来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实际上我是从。 网页里面的这可能要你们再慢慢找一下，因为这个工具真的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用，有时候你要旁边把它展开，你才找得到。那等这个地方点两下 ，class 名称把它Ctrl C，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实际上指的就是股票的名称，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然后再来就是股票的那个代号一样贴过来。 再来的话呢，后面从那个股票，从那什么股价一直到最高，我看好不好？应该到时间吧，那总共有这么多栏，其实它的 class 名称都可以用这个FX， 可以用那个 FX 区这个刮胡一这个，所以呢，我这个部分的话就用这个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名称代号，然后后面都一样，那再来的话呢，我就全部把它串在一起，那串的方法，其实我就是再加一个 S 的变数，那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我干脆就是直接复制贴过来，总共这些的话，实际上就是直接从网页这上面这个把它复制贴过来，然后只是差别，因为我要将来要转成 CSV， 所以我把中间加逗点，然后尾巴记得加一个换行，所以栏位名称先串进来 ，OK， 然后呢再串什么呢？再串它的。 股票代号就这一个，然后再串什么？串股票名称、股票代号，然后后面的东西，因为后面都一样，所以我底下这个就把它跑个回圈，那底下这些呢就是全部串在一起 ，OK 反正就是把这个，然后串这个，串这一个，然后在底下后面全部串，然后后面记得再补一个换行，串在一起换行，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那全部串在一起。 那各位可以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底下的话呢，看到的就会是这样子，有没有？那这个看到的跟那个网页上面的内容会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跟各位讲，你们待会也是一样，那个雅虎它只要你跑太多次一样会被封锁，所以你们等一下不要平时一直跑，不要因为跑太多，到时候还没上，这个课还没上完就连不上了。 因为之前上课就这样子，大家拼命的去抓，而且你一个 OK 的话，再来就要找1到50，总共类股全部有1到52，那你就把这个架构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有没有？那回圈的话就是抓资料那个换他的 ID 的那个哈、哦，那就 OK。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那这一段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我要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所以你们如果要找的话哦，可以找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九页0605的第九页。OK 哈、哦，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那当然，这个程式是给各位参考啦。所以如果你假设啦，你觉得说老师你的方法太复杂了，我觉得不太习惯，你可以用别的标签、别的 class 都没关系。那我这个方法是我用我自己比较习惯的解析方法把它找到规则。哦，不过我自己觉得，我本来是希望说哈、哦，他每一个都用同一个 class， 可是我会发现好像他们就是没办法。如果你都用同样一个 class。那你怎么讲？就是没办法抓到你要的资料，所以最后我干脆把它拆成三种，哦，名称一种，代号一种，然后后面的又一种，啊，全部呢抓到之后再把它串在一起，中间加逗点，哎，那我就可以，因为我的目标是希望哈、哦，至少可以让 Excel 读取，哦，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你直接在Python 作业哈。哦有时候当然还是不如那个在 Excel 直接打开来的直取啦，所以哦，我的目标是希望说，哎，我至少可以把它先存成 CSV 第一阶段。所以有时候啊，以后了哈、哦，你们假如要存资料啊，那最简单的我觉得还是 CSV， 因为 CSV 真的相对于其他的格式，你说要存 Excel 格可以，但是你还是要 import 那个 pandas， 然后要把它用 data frame， 那光这些你就很头痛了。OK， 啊，可不可以？可以。只是说你们有时间再自己去研，因为我之前有都有讲过，所以你可以再延伸，哦，好，那这部分请各位试看啊，把它资料如果看得到的，那理论上就可以存档了 ，OK， 哎，有没有？所以哦，只要可以下来，然后中间加逗点，剩下来呢再加三行就可以存成一个水泥个股了，懂吗？哎，水泥类的就有了啊，水泥类有了，那其他再把它改一下。你就会有其他类的 ，OK 哈、哦，所以其实抓雅虎股市资料啊，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哦，那当然它有可能，应该啦，就是说它就是不要让 Excel 抓，所以目前哦 ，Excel 假如说你不写程式的状况下，应该是抓不下来的，因为它预设就是用表格哦 table 的方式去抓，不过当然呢哈、哦、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哎，你新版的 Excel 2026以后哦，它那个抓资料又提升了，它又改版了。OK， 那改版的话呢，哎，其实它又有一些新的工具哦，提供给你可以比较方便抓。但是怎么讲，毕竟哦，那个就是套装的工具哦，要能够完全符合这么多变的网络环境哦，其实。还是不太可能，所以说真的，你说老师那，是不是又会有更新的版本，然后可以提供我可以抓，也许有，可是问题你要花钱买啊，因为毕竟那个 Office 365哦，现在都是每一年要授权一次，那变成说你要再花钱啊，如果你觉得花钱 OK， 你就买新版，那问题这个是花，所以自由软体跟。商用软体哦，就是不一样，像 Python 就没有这个问题， Python 就自由软体，哦，但是缺点就是说你要自己写程式啊，哦 ，OK，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不好？那现在新的 Excel， 我觉得它有一些新功能，但如果你懒得写程式，哎，真的像以前 Excel 里面要下载那个，像那个网络资料 CSV 啊、JSON 啊、XML 哦，以前很麻烦，几乎没有这个。但是新版的就直接内建了，也就是比如我们之前用那个 Python 在抓 JSON 嘛，哦，那个档案在 Excel 就直接可以抓了，一行程式都不用写，就全部抓，直接就到 Excel 了。OK， 那你想说老师，那跟我之前用程式写的有什么差别？也没有差别，一个是写程式，一个是直接用那个 Excel 里面的工具。就可以完成了 ，OK 好、哦，那你说哪个好？反正都做得出来就好了 ，OK 好、哦，就看需求哦。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个吧，你到高雄嘛哦，你坐高铁可以到，你搭火车也可以到啊。
对，你开车、骑车也都可以到，甚至你骑 U bike 也可不可以到？好像之前也有一个人，知道吗？真的就把那个 U bike 直接骑到南部去，啊，没有，好像有一个人骑到阿里山上面去，所以后来好像 U bike 后来就有新的规定，说如果你跨区，还要多付很多费用，为什么？因为他还要把车子运回来。这好像有这个规，真的，我后来查一下，真的，如果你跨区啊，比如说你从台北啊，真的骑到高雄，哪怕可以还，但是他好像会跟你收一个跨区的费用，这个我记印象中是有这个部分，甚至你说老师，那我走路可不可以？可以啊，有人真的最近我发现 YouTube 上面超多年轻人徒步环岛的影片。真的，而且好像这是一种，传染，你们应该算算是什么影响吧？一个接一个。然后之前还有一个东华大学的学生，我真的看到 YouTube 上面，他刚好从暑假开始，绕了一圈之后呢，暑假结束，又回到了东华，刚好2个月，就从东华出发，不知道怎么逆时针还是顺时针，不知道。那差别是说，出发的时候皮肤是白的，回来之后真的皮肤就黑了，跟个黑人一样。OK，而且是一个女生呢，你们可以查一下，东华大学有女生就是真的是，那个步行环岛。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就股市的部分，请各位踹一下那最后我们是希望可以把它存成 CSV，那存 CSV 其实就是。两行程式